不好意思啊，因为立委当了三届站的已经很习惯了哈，所以不好意思，每一次来我都是站着发言。事实上也是对我们所有委员的尊敬啊。我想在这里啊，今天代表花莲县三十五万乡亲来这里啊，诚挚的跟各位报告啊哈。我想第一点呢，我先看一下我们这个 PowerPoint 好不好？先看前面五张照片啊。这个是我们花莲的小朋友啊，这些小朋友。 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快乐，在校园里的成长。来，下一张 next 好不好？啊，这些孩子都非常的高兴啊，而且过年有一个10块钱的红包给你拿，很开心哈、啊。然后再过来，啊，他们都在这里啊，在花莲这块土地上，他们成长的过程都非常非常的幸福，非常的幸福。啊，因为这边是有好山好水的一个花莲，啊，再过来。 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些花莲的孩子，他成长的过程当中，跟台湾25县市每一个地方的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很快乐。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，当他们长大以后啊，花莲县的子弟在地就业率啊，只有40%几，全国最低。因为没有产业进入花莲，路也不平安，所以。 最后，他们高达50%几要在外地就业，所以这也是刚刚啊，刚刚有很多位乡亲有提到，为什么花莲的离婚率是全国最高？原因就是来自于这里，因为两地相思，这些孩子的快乐，他只能快乐到他念完书为止，他要就业的时候，只有到西部去找工作，所以说这个是。 其实几乎这些孩子快乐成长的过程中，只是一个短暂的快乐。未来他连家庭的团圆，连家庭的团圆都没有办法做到。我们花莲的子弟在离就业率全国最低，因为两地的相思到外面去谋生，造成我们的离婚率全国最高。我想知道花莲一个宿命啊！我第一个跟各位报告，再过来我们现在这条路断了，我们现在还住在这里的这个时间点，这条路是断路。 断路的过程中，请看一下，好，现在这是我们的百叶，这是花莲的五星级饭店，现在都是空的。再过来，好，这是花莲的100块的热炒，最便宜的热炒，8号楼堂的菜，很菜。再过来，好，是西餐厅。再过来，这是花莲的街道，而且是。 而且是礼拜天晚上拍的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你们相信这是花莲的原版吗？这花莲的地标，看到里面灯开了这么大，表示还在营业，再过来，这是我们的夜市，平常最热闹的夜市。我们在想说。 这个断路现在极其富已经不只是不能平安回家，现在已经完全民不聊生，完全民不聊生。我们的民宿现在跌到11%，我们的饭店现在温泉的旺季已经过去11月是大概7到9成，现在温泉饭店是2成。我们起先现在面对不只是不能平安回家，现在12万5千个家庭的生计已经无法维持。 这是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，所以我很尊重各位专家委员的意见，当然很多的杂音，哦，还希望再翻传媒和3年5年怎么样哦？我想这个大概这12万5千个家庭大概都活不下去了哈、哦。我想再过来，我在这里跟各位报，当然再过来再看一下没关系，上次有几位委员，这是我们走的路。你相信这个在台湾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地方？
这条唯一的通路是这样走的吗？各位敢相信吗？这是花莲人走的路。再过来，这个是整个瘫掉。再过来，啊，这是这次的悲剧，我们也看到。再过来，那游览车都在下面。我想在这里啊，我诚挚跟各位报告，如果这样的一条路， 是在中华民国台湾二十五个县市里面花莲人必须要去走的这条路。当然花莲既然能够平安，我将未来台中才有机会。好，我想在这里啊，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活。我身为花莲的父母官，我们现在十二万五千的家庭不晓得什么赖以为继。我想我们在这里大声疾呼，我对这个场景很熟悉。我 7年前、8年前不断来这里，一直到今天。当然，我7年前、8年前来这里的时候，也是有人准备要打我，到今天也是这种感觉。好，但是我是觉得，为什么说从当时的立委到现在的父母官，我们是要过这样的一个生活？我在这里再跟各位报告，台湾千百年来都无法避免的就是我们要面对台风的侵袭的问题。未来的千百年，台湾还是要面对台风的侵袭。 而花莲是直接首当其冲的一个地方。如果刚刚看到各位看到这条路，是我们对外唯一的通路。请问一下，在紧急危难时，我们一条救命的道路都没有。花莲真的需要一条紧急救难的道路。我们到现在，在今天，真的是花莲人民真的在淌血。过去走这条苏花路， 我们啊，要上天界，向天借难。现在路断了，所有人不知何以为生。再过来，我们的家庭，花莲人有一半以上的家庭，六成的家庭是没办法团圆。那路断了以后，未来会怎么样的情况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我在这里啊，要诚挚的跟各位报告哦。这次我们要感谢2300万乡亲，在这个悲剧当中，用同理心来支持我们。 全国72%的民意，对8%的民意，7:2，8%，有史以来公共政策最高的民意，希望赶快不止给花莲，跟台湾2300万人都能够快快乐乐到花莲，平平安安回家。我想在这里，如果能够顺利通过的话，未来在施工单位的开发过程当中，花莲县政府愿意全力的来支持，也全力的来配合所有相关的配套。 我们愿意全力的来支持，我们更会守候花莲这块净土。花莲绝对是台湾最美丽的一块净土，花莲县政府会扛下这个责任，把它守护好。欢迎所有台湾的乡亲随时来到花莲，快快乐乐的来，平平安安的回家。我在这里只有诚挚的请托，当然我另外一个邀请，因为整个花莲现在已经是几乎是 万人呐、啊，空巷哦，万人都到别的地方去，我们这里都是空巷哦，所以前两天，这个我接待一个陆客团，他们下到县政府来拜访，来的时候都接到电话，在陆客团都接到电话，我们现在这两天看报道啊，陆客来台啊不减反增，全台湾的陆客是增加，但是到花莲呐、啊，几乎视为禁地。 而且到花莲来的这些陆客来县府拜访的时候，他们当下我收到我们那边，结果每一个都在陆续接电话。我说你们在接什么电话？他说跟下跟跟啊，大陆的家乡报平安了、啊，说到我们这里报平安了。好，现在到花莲要报平安，所以啊，我想这个真的，我们的政府啊，要非常明确明快的，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无以赖以为生了哦。所以花莲县政府在下个礼拜一15号。 好，也是公路总局通车的那一天哦，交通通车的那一天，我们邀请到德国的圣彼得堡到花莲来做这个免费免门票的圣彼得堡120几位台人到花莲做免费的这样的一个演奏会，在花莲，好，礼拜一15号在花莲，15号、17号在台北跟高雄，那个都是要卖票的，只有花莲。我欢迎大家哦，能够到花莲来走一走，不然的话，刚刚看到夜市都没有人哦。 我希望大家能够给花莲能够注意点信心啊，强心剂哦，当然更希望今天呢、啊，能够真的让我们。
所有花莲12,000个家庭，35,000箱心，今天晚上能够平安的睡一个好觉哈！我再次谢谢各位委员的辛劳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其他机关的代表有没有要发言呢？